第二三验之半，我是 Tommy， 我现在又来到 Munga 夜市，今天也要买盲包。上次我们已经开了那个盲包，这次有一点不一样。不断的开箱的话，我们已经做好，其他人也做好吗？我比较好奇盲包上面有些本来要送到的地址，我想把这个盲包还给他们原本的地方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把没有收到的盲包还给原本的地址的人。那我先要挑那个盲包吧，这里有很多盲包，然后我要挑上面写地址的比较好。今天的盲包都是那个地址或是名字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的部分都是黑掉，所以我要找一下。好，我刚刚买好两个盲包，然后这个盲包还在写地址的盲包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些还给他们。两个地址都在桃园，所以我明天跟俊强一起去这个地址就还给原本的人吧。早安，早安。我昨天买盲包，这次比较不一样，把这个盲包还给原本的那个地址的人。哇，太贴心了吧！对对对，想试试看吧，他们会有怎么反应的？我觉得应该会开心。我有点担心呢，真的有点吗？哦，刚好他出门或是已经搬家，对之类的状况也有。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。我昨天买两个，但是我太笨蛋了，一个不能看地址的，我不小心买。但是另外一个的话，很清楚的写那个地址。有，这不能拍，但是在桃园。对，所以我们先去桃园那个地址附近。我们现在人在西门町，先搭捷运。有点紧张。Adventure 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到了福中站，从这里要转运，要打公车，大概30分钟打。那么远？对，其实很远的。为了把这个盲包还给他，我们的小旅行开始。我想知道这个内容。摸起来啊，一个圆圆的、硬硬的，我猜那些玩具吧。啊，狗狗的那个。这个的价钱是197，为了这个大概200块的东西，我们要去桃园，但是说不定他也黑啊，我的东西还没来，这样，那要收到，有可能那个时候刚好不在家啊，原来的是，其实他写上名字，但是这个不能拍，地址也有，然后这个是黑猫宅配，在日本的那个他丘宾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买的是 Shopee 台湾 Shopee 也蛮有名的啊，其他好像没有，第一次拍的吧，这样子，大家都是开箱吗？没看过呢，我觉得有人在吧，因为写上地址啊，但是我怕的是他刚好出门或是他已经搬家，那就没办法啊。公司的可能性也有吧。哦，不是人家的，有可能。还有完全没有 building 空地的。哦，可能吗？有可能。真的吗？我们要去看看呢。成功打客运，但这个没有打走吧？因为我们平常不会打公车，所以不太确定这是对的吗？应该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。大概30分钟后到，然后通有新的 information。现在我看这个名字啊，看起来我的感觉是女生，女生，而且很性感的感觉，很好。我乱猜啊！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超级帅呢。你人很好，喜欢你啊！哪里哪里，没有特别的事，很谦虚。喂，太快了！他是我的现在的老婆，做盲包的夫结婚，很浪漫啊！浪漫耶！终于到了桃园，蛮方便的，但是我们要走路，对，要走大概1公里，那应该10分钟左右吧。出发。还没到，快到了。对，还有大概2分钟。哎，是不是那个？对，这里一样吗？但是不能进去的吧？对，这是一个大楼，然后它是就在6楼，不能随便进去的，有管理的人，应该要问一下吧。那我要按喽。那个我要问一下，就是这个地址是对的吗？地址是
贵的，但是没有这个名字啊。现在没有住这里。对对对对。现在的人你都知道名字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地址的人不是这个名字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。原来如此，他已经搬家了。那我们也没有理由吧，在桃园的理由。要快点回家。我们大概在桃园花十分钟左右啊。那回家吧。好，好回去西门町。刚刚我们打那个公车，谢谢谢谢。我这里是龙岭站，跟刚刚的不一样啊。对，可以回西门町吗？还有要的捷运呢。啊，对，我们的小旅行也快结束，太快了吧？没有做什么，在公车上睡觉而已。走走，好，回来啦。好累哦，我们的小旅行结束。想起来那个我之前拍的垦丁的那个哦，好怀念哦。对对，来回的那个。刚刚那个在桃园的保寿的人说，他好像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，因为他说他记得全部的就在那个大楼的人嘛。他说这样的话应该是真的吗？对，但是我想象的有点坏坏的那种的事情应该没有，有可能是这个地址是完全没有的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刚好点这个的人他要搬家之类的，然后他离开那个地址，也其实可以换地址吧，跟公司的人说我换地址咯之类的话，新家也可以收到。他没有做这个的意思是有可能不太重要对他来说。那这个里面很好奇对不对，那由我们来 keep比较好。那开箱吧。我们刚刚说圆圆的，比较硬硬的。里面还有。啊 ，patchwork 那种的。patchwork 手工做的 DIY 的，这是一种艺术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真的是这个手工做的。Sewing， 这要小心哦。你看。那镇长，我们刚刚在女生是对的吧？那这是女生用的，我觉得比上次开的好用的感觉。喜欢这种的人就是喜欢吧，有一点意外耶。所以他的爱好是縫い物，应该很好的女生吧？对，喜欢这些小小可爱的东西的话，想见到。没办法，他已经搬家。去哪里啊？赶快放弃。看这个影片的话，一定要留言哦。然后呢，这个。其实啊，没有写地址，有地址，但是黑掉。买蒙包的话，一定需要这个吧？我也觉得，这是为了保护 personal information 的，这样子很安全。开箱，这个很大，其实，然后比较重。Nintendo Switch， 有可能哦。粉粉的感觉，期待期待。嘿，哦，这是茶哎。仁仓五宝茶，就感觉很厉害啊，可以泡的茶哦，都是这个，那应该是对健康来说很好的，但是不一定是好喝的那种，很可可的。味道好强哦。然后我刚刚准备了热水。然后要等大概三分五分钟就可以喝。喝看看，有点可怕。就是看破的那种味道，好像养生的，对健康真的好的，但是真的不太好。喝看看，你想想还可以的感觉。我的话不会买，应该是比较年龄大的人买吧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这个也不太便宜的感觉吧？好像蛮贵啊，这个包装的感觉。原来如此，我们越来越知道慢包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好，结束了。这次的结果是，像刚刚我们也说过，这个地址是完全对的，在那边有家，但是那个人不一定在那里，原因不知道，可能他已经搬家了，或是名字写错等等的理由。觉得有点奇怪的部分是，为什么没有再联络啊？你说这个行李已经到你的地址了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真的联络也麻烦这样的，我可能觉得这样，我们难道跑去桃园？这样的结果，但是明白了很多吧，这个部分还 OK。
然后刚刚我们开箱的是茶叶第一次吧，然后这个ぬいもの的，这个也是上次完全没有，代表说这个芒包其实里面有很多种类，应该 iPhone Switch 那样的东西好像没有，不知道，有可能有，但是拿到的机会很少，因为那是很高级嘛。这个芒包很闲置的东西，应该有很多也是卖这个芒包的，应该台南哦，对，也有台北其他的夜市也听说有卖，有机会的话想卖卖看，然后比一比里面的内容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